你早上的9:20，《环球邮报》的读者们、539的会员们，大家早安！今天是8月7号，星期一。我们每到了礼拜一呢，你看看我现在在这边台北的美食，早餐点一个蛙桂跟那个鱼丸汤，这家是很有名的，在长沙街康定路口，长沙街康定路口。蛙桂加鱼丸汤，非常特别。老板还特别加了那个萝卜，腊萝卜摆在上面，非常的好吃。记者常常来这边吃，这个人生不如意十之有八九，十赌九输。今天迈入第七期，我们6期不中，希望今天能旗开得胜。我们每个礼拜就是希望这第一天、第二天能中奖。上个礼拜中没关系，这个礼拜一、礼拜一定要中奖。希望神明保佑，这个有空到长沙街康定路口来吃蛙桂加鱼丸汤。